猫咪耶，猫咪来吃饭。啊，我们就只有披萨，你还要挑口味啊？好啦，不要吃这个啦，就吃番茄口味披萨可以吗 ？OK 吧？嗯，我们没有其他口味，就这个口味。口味。哎、欸，我听到了。旁边的呢？真的这种？没关系，又要跟客人抬杠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稍等一下。什么？你要别的口味就没有别的口味啊？这垃圾桶怎么放在那边？来看厨师表演。要烤多久？有两个哎、欸。也、欸、很忙哎、欸，你认真哦。欸、我真的应该把东西柜子调一下。哦，它可以。啊，它有分片。它可以分好多片。哦，好。哦，懂了。披萨嘞？我手这个是一个墨字型。我拿不起来了。为什么拿不起来了？哦，你没有切它吧？不是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不给我装盘子的。哦，这个是饼皮啊，白痴！哦，可怜的小丑。